爸爸买的胶水，一漏胶还干得慢。奶奶买的双面胶，撕来撕去太麻烦。这是妈妈买的按动点点胶，轻轻一划，胶就出来了，想怎么贴就怎么贴。做手工这种粘贴画非常的方便，小物件也可以轻松粘贴，粘错了用手轻轻一搓就掉了，还不伤纸张，推荐。